木爬完四大的地界，把木引爬完，然后我们清洗，清洗，从里面添加清洗液啊，清洗液。500毫升左右的清洗液。清洗20分钟左右，再清洗2至3遍，让它循环，再循环。然后我们把它暂停，运行20分钟左右，然后把它暂停。从一个大管子，确定，一撮。放在废液桶里面，把里面的废液全部排出来。